大佬们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野猪每天会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谢谢。首先是原神官方公布了，云原神安卓端测试即将开启，购买珍珠之歌就送30天畅玩卡。测试开放时间10月13号11点起。以下是具体的说明，简单一点就是你购买了珍珠之歌就可以获得30天的畅玩卡。这里提醒一下，记型里面的128才是珍珠之歌，就是送名片的这个，68是珍珠记型，这个是不送的。这一期珍珠之歌的专属名片是记型神将，就这一张，专属的设计图纸玉电灯笼。另外官方在米游社更新了电子杂志板块，点击进去以后就会看到不同的板块，有多人插画、单人插画、同人视频，有想看的旅行者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是关于 2.2 版本官方第一个主题活动，就是关于直播的，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去原神官网点击新闻，点击最新，然后就可以查看了。时间充裕的玩家对于这些活动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您还是一个学生，个人建议还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接下来请大家一起和野猪来看一下外网论坛今天在讨论一些什么热门帖，然后我们往下拉。哇，这什么，这位玩家和我一样是纯 XP 玩家，他也是只抽女性角色的，天哪。这是野猪我的角色图鉴，大家可以看到我和前面那位玩家拥有的角色是差不多的啊，就是我没有萧公，没有可莉。最佳评论，老实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在设法逃避迪卢克啊，确实普通池里面就只有迪卢克是男的。后面的帖子基本上都是在讨论荒龙一斗了啊，比如说这个爷爷看到了一斗的腹肌流口水，这里是钟离把那个神之眼送给一斗，这里是一斗和九条，这里是分享截图，哇，这个神里感觉像是睡着了一样的，非常漂亮。这里又是一斗，基本上和荒龙一斗有关的帖子都是热门啊，超频，热门超频。这里又是，下面说四小时之内一斗在推特上面的热度就超越了雷神。荒龙一斗在外网的热度截止下午的时候已经霸榜了13个小时，推文 51.3 万。继续往下，好，这里又是一斗啊，这个同人作品太多了。这个是，哦呦哦呦，这个又是荒龙一斗的同人图，超频，又是热门啊。这是一斗和雷泽的对比，这位玩家的评论是我近期看到过最搞笑的，他这里说我哭了，重点是这里有一只小黄手在不停的抚摸一斗的肌肉，大家请看，哎呦 LSP LSP还摸得这么仔细的啊，全摸一遍的。还有这种，天啊，这锅巴的表情太搞笑了，这个眉毛。哇，女孩们的胜利，这个配图啊，这个配图厉害了。这下面的评论是越来越离谱了。感谢您的观看，以上就是野猪收集到的最新资讯和福利，如果还有什么新闻野猪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如果您也喜欢这方面的资讯福利攻略可以点个关注，祝大家欧气满满，开心每一天，把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我是自由大野猪，一位专门为大家整理资讯及福利的小 UP 主，谢谢。